講到買玩具呢，去到旺角一定係現時添啊，信和中心。原來呢，旺角地站 B4 嗰邊出口呢，都有一個商場叫 TOP， 一樓呢有一間過千尺甚至可能接近2000尺嘅玩具鋪喎。至於入面玩具種類呢，都算多過有車仔啦、積木啦、毛公仔啦、小朋友玩具啦，哇仲有核彈盲盒啦、模型啦，仲有包船陀螺可以即場玩添。呢度其實有個 hobby corner 噶，好嘢都唔少喎。哇！注意啊，店長推介一 Good Smile 嘅 Thunder Gridman 電光超人，仲有推介就係 Conno Fit 嘅鬼滅之刃炭治郎啊。Good Smile 嘅帝玩系列 POP 有新作喎。哇！當然仲有黏土人952号啦。講真，我自己就真係比較吸引我嘅鋪頭，其中一樣就喺度好多小朋友嘅玩具嘅，林林種種任你揀，而且價錢都係相當之公道啊！相信係。自己非常中意呢一個嘅火車場景，目測都有差唔多20尺嘅長度啊！咦，情侶都啱啊！好啦，另外咧，你冇諗住係 Toby 兄弟先啱喎。Toby 姊妹一大扎毛公仔都是非常之多，非常之诱人。其实讲种类的阔度呢，这里都是挺多的。当然啦，深度来计有深度有阔度啊，所以这里呢种类是挺啱的，啱小朋友，啱妹妹仔，啱弟弟仔，呢个仲唔啱弟弟仔，啱哥哥仔。即系咁讲，嚟到咧，阿爸、阿妈、阿仔、阿女、阿哥、阿爷都可能啱嘅。咁啊，即搬嚟睇睇啦，旺角 TOP 商场一楼啊，呢一个玩具铺，绝对可以谂谂啦。嗱，未睇玩具冇理由買噶嘛，講到錢嘅問題，呢度嘅收費嘅工具咧，應該一應俱全嘅。喂，各位朋友啊，今日玩具 TV 嘅購物攻略咧，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啦，下一次我同大家介紹一啲新嘅玩具鋪、唔同玩具鋪同玩具市場資訊，係咁先。我係 Brian O，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， 拜拜。